来下选球教学。我们在前期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注意一下就是摩擦球，我们要明白就是我想制造摩擦，一定是用这个小臂对这个球这样加速去摩擦。就是你在拉球前，一定要先引拍加速，然后去摩擦这个球。这就是初学的时候我们去摩擦拉，对吧？主要靠的就是这一下。这一下收臂，集中一点收臂，把弧线拉上来。就如果我身体不动，我只找球，这样一定要收臂，摩擦球加速，加速过后加上转中心转腰，它这个整个球就可以质量再高一点，对吧？如果我往前顶，这球就会再冲一点。